是有好吗？闲来时再牵挂，其实没有他有什么好怕？明日再见吗？难道没法招架？明日再活跃我吧，太闷了的话，怎将勇气拿出来实现重写命运的剧情？什么抛开过去，现在未来重新的？或许这晚你我学到了，才不小心渴望别的爱情。可惜口中豁达，诚实是反应。熟地来扮演优雅，谁料对象是我吧？反正并没打算做习惯，我们最终被命运凌驾。怎将勇气拿出来实现重写命运的剧情？可惜有咗豁达，此时并未掏心写。可惜口中说话无缘被倾听，大家安于眼前便高兴。Thank you.